那些鸽子可不可以全部死一死啊？踢呀！看这个鸭，这个太好笑了！这到底在干嘛啦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我们又回来啦！野兽战争模拟器，来吧，我们现在来把我们的下面21到25关啊，赶快把它破一破吧，之后再来26到30，这款游戏应该就真的完整的结束了。好，一定有人说老头，你还有这个？可是我有点不太想玩这个哎，其实讲实在的，有点不太想就是了。哦。那个以后再说啊，以后哪一天我头壳去撞到的时候，我就会回来玩这个。但是呢，我比较想玩这个。好，从第一关开始，什么法师群？好吧，我们先看一下好了，法师群。哦，这个好像什么，部队之类的。哎，然后飞龙在天，啊，然后气扑扑吉普车，然后神龙摆尾。机械暴龙兽闯天关，好，都已经取好名字了。好 ，Dragon Match， 好，不会念，好，开始 ，Go。好，其实还蛮简单的嘛，前面就这三只，应该就是这不是就是这四组。那给我钱是8000块哦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吉普车撞一撞好了，撞死他们，快，拢回去 ，Boom， Boom。开车撞他们，也太快了吧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只是想随便开一个车撞看看而已，全死！你这关也太佛心了吧？你这关这么佛，你确定？好，算了，下一关。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很快可以把这个玩完了。哦，可是我有点想要先玩到25关就好了、欸，不想要全部玩完了、欸。我觉得看情况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像这个，哇塞，这个的话应该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开车了，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呢，一只不死鸟先出来嘛，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我们就把所有的赌注都赌在他身上，是不是？赌在身上，有没有？哦，然后再来就是下面干扰者，全速干扰他们，让我们的。不死鸟可以好好的运作一番哦，这时候干扰者呢也是可以带上这个的啊，带上我们的泡泡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，小小的看得不是很清楚。攻击！哎呀，不死！哇，用泰山压顶！哇哇哇哇，这么少，数量越来越少了。我的不死鸟还活着，可以。看样子我们战术成功。他用他的头去撞这个不死鸟呢，什么不强就是用头最强了，用他的小头啊，撞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哇，大胜利 ，victory， 噔噔噔噔，好，结束，下一关，23，哇，今天还蛮快速的啊。踢足球游戏，来一个踢足球游戏。好，他们应该是不会喷火了吧？我印象中，好像还是会耶。哇，那怎么办？这个用人不太对吧？我觉得这个用速度型的才行。全部弄这个。好，然后呢，全部给他装上格林机关枪，随便装。好，可以 ，Go， No， No， 快点去抢啊！我的蝙蝠死掉了，不是蝙蝠，五尺翼龙，为什么讲蝙蝠？哎、欸，不要喷火啊！哇，是怎样？为什么？什么东西飞起来了？哇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有鸽子啊！不太对吧？有鸽子，你鸽子赢了。哎、欸，看差一点，下去，那个鸽子是来闹的，鸽子推你，耶、他们自己推的哦，不关我的事哦，哦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、哦，他们自己推的哦，哈哈哈，我觉得这个考验物理引擎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物理判定啊，
这个已经没有分到底谁比较强，谁比较弱了，完全就是物理判定。我要差点把他推到他们自己的网篮里面，这样我们就赢了，就差那么一点。快点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对对对对对，顶顶顶顶顶顶顶。哎呦，怎么会？我以为这是我们家的。好，举了。来来来，祈求上苍给个机会，让我们过了吧。给个机会呗。撞下去，撞下去，对这个角度，再偏右一边啊！完了，不行，偏右一点，偏右边一点，偏右边一点。哎呀，西巴路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该死的鸽子，完了完了，我们的鸽子，哎呦哎呦，好险好险！快点快点快点，我们的迅猛龙，不是我们的美格龙，快点快点！哦，这个角度这个角度，不要再推，不要再推了，啊，完了，过不去。没过去，没有过去，顶啊，顶啊，超累的，到底在玩什么啊？超累，有了这个角度很可以，可是又太右边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，怎么会？我输了，他奶奶的，输掉了，非常好。我看一下呢，我们现在这个状况，好，我们挪出一点，我们必须要有跟空中抗衡的生物，必须要有。怎么是这个啊？这个不是啊，你走开啊！空中抗衡的生物，这是雪怪。那只会飞的在哪里啊？不是，走开了，算了，既然都这样挡一下了，大只佬挡一下啊！才刚开局，大哥，你这样不太对吧？哇，舍身救队伍我靠！那雷龙在来这边干嘛的？什么都没做。别闹了，鸽子们！那些鸽子可不可以全部死一死啊？踢呀！哈哈哈哈哈！看这个鸭，这个太好笑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到底在干嘛啦？哈哈哈哈！刚我已经不管球在哪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整个压力超好笑，球在哪里啊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母汤母汤，推推推推推推推！快呀、啊，快点助攻推啊！有了，大胜利！哇，耶 boy！ 哦，足球赛真好玩。我应该把那只雷龙啊，还是晚龙放在中间的啦。又赢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稳龙是个障眼法、啊，骗你们过去的、啊。完了完了，有点不太妙。喂，这啊，输了。Forget， 你说你分不分？你说你分不分？你说你说，还有一局啊、哦！打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撑住撑住撑住！快点，我们的小伙伴，快点啊！听话，撞开他！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雷龙、晚龙还是什么龙？管你什么龙，脖子很长的龙，快点，最后一集给他踢下去，给他踢下去就对了。你到底在干嘛？空原地盘旋哦！哦，我真的选这只那么大一只，真的是错误的选择哎。他应该站在门口守门才对的啊！赢了啊！让我过 ，Yeah！哦，好爽啊！啊，终于过了这该死的关卡了！天哪、啊，好，这一关吉普车装炸弹，好，吉普车上面装炸药，我们要设法破解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台，我800块而已，我靠，800块的话就这样吧，随便了、啊，冲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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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活下来？有活下来吧？一阵爆炸，输了，
那这还不简单？欸，其实讲真的，真的不难欸。他冲过来会自爆，我们前面派兵就好，我们后面派那走路很慢的不就好了？赢了，信不信？赢了。好，输了。哈哈哈哈！对不起啊，我的错。我们就派一只啊可爱的 doggy 在这么远的地方，然后呢这边放 一些自杀兵，赢了，完美。好，对不起哦，又不完美了。我们应该要分批 doggy， 分批的 doggy， 好，过，过，过。过，还是输。我来想一下哈，这个 doggy 放这里，这边放一只 doggy 好了。我们现在就改直线好不好？这样子，直线的随便放。有希望，有希望，赢了。哎，没有，输了。哈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是整体下来，他跑去追撞那里，完蛋了，全死光。还有没有一只让我们爆一下？哎，人类死了，爆完了，平手。嗯，再调整一下好了，分开散一点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希望嘛，不要这么密集，是不是？好，可怜的小狗狗。也有希望，赢了，赢了，我就跟你说会赢吧，赢了，最后一关，啊，一大串的什么龙不知道，结束掉它，就你一只而已，还敢跟我斗？还敢啊，波比，用鲨鱼烤你好了 ，one by one。来。蹦咚！我的头在那边晃来晃去的，摇头晃脑。摇！谁赢了？哇，我输了。林北直接被秒杀，错愕。好，换只鲨鱼不行是吧？我不死鸟啦。Go！ 我靠！哇，刚怎么是再次？我刚刚自杀式攻击，然后我就死了。这是怎样的一个 bug 啊？这 bug 也太屌了吧！恐龙里面会飞的，好像也没有哎、欸。有啊，我们恐龙里面会飞不就那一只吗？可是为什么我这边不能用那一只？来呀、啊！哎，等我发火是不是？咚！哇，爆一个，结束。太凶了这个，哈哈哈，他打不到啊。好了，爆掉了，看来这不太行。啊，会飞的这么强的生物，欸、怎么会有灵远？哎、欸，这个灵远呢？怎么这会有灵远啊？灵元的箱子，哎呦！我现在才发现可以这样搞哎、欸！不要灵元的箱子，灵元的炸弹箱，那我就用灵元的跟他玩就好了、啊。不是吧，哥哥，不是这样子吧？好，那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们用动作最慢的。看一下，让他自己过来，然后就爆了这样子。哦，我的错，嘿，我的错，他直接把他毁了，这家伙就要把他毁了，靠背的建筑物删不掉，好笑。等一下，这是不是说我可以这样搞了？又是这个 bug？ 哎，不行了，这 bug 我不能用了，可恶。来，我弹你！
嘣！等你降落啊！我赢了，他被炸下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好爽哦！哎呦呀，直接被炸下来了，有没有很强？一切都在我计划之内，我超强啊！结束掉，哇！没想到今天这一局可以打这么快啊，真的。21到25关，再看26是什么？好，足球赛、鲨鱼、法师、三大国王，哦，再次这个就结束了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如果喜欢我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会小爆料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《野兽战争模拟器》再见面了，拜拜。